这天是越发的冷了，这北渊冰天雪地也不好往外跑，曾经独居四方的仙友们如今都窝在一块，没少天天吵架吧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没日没夜的看公文，眼睛怪累的，不如听我说说玉林心得。我好歹也是万花谷第一玉林氏，各位仙友的脾性我大体是了解一些。你已经不是万花谷的人了。独闯仙师府，别的不说，光是让顺德仙姬深陷火海这一条，仙师定不会安然坐于一方，他可曾找你麻烦？以你对仙师的了解，他会怎么找我麻烦？他当真什么都没做？这些事与你无关。这世间还有何事与我有关？长夜，是不是就算我死了，你也会这样关注我？你知道我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，折磨我，就是为了让我痛苦绝望。是又怎么样？那恭喜你，你成功了。广无极，你还留着呢？有书看看，聊胜于无。你这条大尾巴鱼，该不会以为用本书便能拴住我吧？这个雪三月能是个硬茬，我怎么看着不像呢？笑话呀。嗯，你呀还是太年轻了，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。咱师子以前在崇武山我是何等身份，那是流连花丛，是片叶不沾，伤了多少人的心啊。你再看他现在被这个女的只对我是服服帖帖，你说他得有多可怕呀？那他要是一辈子不原谅世子的话，那世子就得伺候他一辈子，那谁继承家业呀？所以说呀，笑话呀，还得靠咱俩。我就不信想不出个办法替世子消了这业障。你也想想，嗯，主要是你想想，我刚刚话都忘了。不对呀，啊！你们俩谁啊？你们是谁啊？你是那个落井桑是吧？我们在留神见过的。哎，见过，见过，见过。谁见过你们呀？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你们该不会是顺德仙姬派来的奸细吧？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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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他们这么可爱，这么瘦弱，咋可能你们？对，不是不是。那你们是谁？
自己人。自己是谁？黎叔的人。黎叔什么时候有小跟班了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俩，神出鬼没的。黎叔家里的人，随他们去吧。前辈，长夜还是不肯放云和出来，你就真的不打算帮帮他们吗？不是不帮，而是这世上的心结，终究需要自己去解开。旁人再怎么帮，也是帮一时的外在而已，治标不治本。再说了，你觉得他俩之间的症结，是放与不放的问题？那还能是什么问题？你呀，最好不懂。啊，我才不管什么结不结的呢，我确实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反正长衣关着云和就是不行，我就不信这个北渊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了。好吗，阿明？对了，你们也来了北渊，只是今日怎么换你来了？青阳少主那边的人闹得凶，长翼世子就不让他们再来湖心岛了，所以另选旁人来照顾你。我郎君说了，这活清闲，可以一边陪你，一边带孩子。孔明先生，哎，你懂不懂待客之道啊？我待客，不待你。哎，你又要干什么呀，骆锦桑？骆锦桑，你听，骆锦桑有话便直说，别笑得这么瘆人。我骆锦桑不说暗话。我来呢，是想请你帮我去求求长义，放了云和，这碗甜汤当作是我给你的谢礼。若事成，我可以给你做一年的甜汤，你先尝尝，保证不亏。不必了。那三年？不不不，十年也行。